说去 farmer market 吗？为什么过来 hiking 吗？不叫 hiking， 为什么过来走 trail 啊？不知道，不是应该有很多德国好吃的吗？为什么现在只有树和冷风啊？维尼不说冷风吹。为什么之前我没有坚持运动？ You 沙滩腿跟酸奶一样酸。暖和吧，对，就是得这样。还不错，这要是夏天的话挺好，那一片沙滩。看间接版的秋千，等你靠好了，弱鸡准备好了吗？是小弱鸡，但是我在这一点都动不了，这必须得靠外力啊。家了的什么特别好吃，有最好吃的 ham and cheese croissant， 所以我就打算过来吃一下，但是是两颗星的，所以应该还挺贵的。你觉得它这哪好吃啊？没有那么多油。比较发，我以为特别小一个，很大，大饼。
它里面是蛋黄酱，只要是有蛋黄酱。你知道，就是小时候我吃菠萝包，就是家乐福里面卖的那个菠萝包的那个感觉，超好吃。嗯啊，这个你唱神经。这咖啡是够新，就够里边够烫，倍儿烫啊！真烫我嗓子眼儿，不错，挺好。让你夸个人真不容易。